那你那个做那个钻石装，你不要做撰稿，不要做撰稿。等下好爽。哎、欸，我1500了，做人都没事哎、欸，好那你就爽哦、喔！做一堆铁镐狂挖猛挖，这世界就靠你挖了。那我不要挖了，我最后一次给你。还有黄金，黄金啊，钻石就靠你了。我1800，我不挖了啦，气死了。我也1830啊，可是我没有。可是你盯的次数很少啊。你1830，只有我一个人是稳稳的，每次都盯好吗？可能是大家挖就只盯你，什么只盯我？每我每100就盯一次了，这是正常的，我才是正常的。你的挖法到底是怎样挖？能力启动了。哎呦！我还受限于他的惩罚能力。听说欧富宝比较大声，繁星加油！ 我一直都这样子啊，我能力发动了、啊哦。那集给我那个苹果，有几个苹果啊？我这边有很多金，我两个苹果。好，那给你做，也可以做两个。那我去地表喽，走内，去人一颗吧。好啊。铁多到爆炸，可是我还在烧金，没用。所以，哎、欸，钻石，哎、欸，我不要跟你们讲话，我不是跟你们讲话了，我不要跟钻石讲话。哎、欸，我1000我也没事啊，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。你们每个人都突破了自我，就只有我一个人还受限于这世界。挖的方法不对。没有什么挖的方法不对，你闭嘴啊！那个数字就是在那边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。多少了？边界了，边界了。你们小心边界啊，好不好？我在安全区内。我现在是1073。没有人在靠近地表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上，就可以到地表了。我刚刚听到附近有那个方块的，我都想，我先推开。我们是不是来不及做那个、啊、附魔台？这个速度快到我没有办法挥剑，为什么？我们就甘蔗啦，甘蔗，甘蔗长出来了，那赶快、啊、拿过来！我没有办法，在哪里？在巨门的吗？还是地表？我们这边是圈内，啊，圈外了，往地表吧，往地表走。我在地表，在地表挥剑。反正东西带一带走吧。东西满了，很满，很满，很满。好，那我带我全部丢掉。顺着我们之前的洞还可以上来。我也在这里，我还没走远。我把甘蔗打掉了，我们有三个甘蔗。我拉你，不要。上来，那你上。红色的。上哪里啊？就怎么你怎么下来就怎么上来啊？我妈了！你们都在地表吗？我在地表啊，往地表走了。这里要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那你甘蔗先给我好了。好，我写那走。我到嘞、欸。啊，你们他们人嘞？看 ID 是这里啊。我们正在跳，我们正在跳。这里吧，对啊。有。先到 Z 走安全地方吧。对，上来就安全了、我们上来就我们上来就安全了。好，给你，都给你弄。有皮狗吗？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哦 ，OK。安全，安全。皮狗，团团只剩下三颗星，三滴血。等一下，旁边金苹果有都弄出来吗？我跟没有那么多，我跟杰克没有皮狗吗？没有皮狗吗？怎么没有皮狗吗？没逼格不能做啊！啊，搞笑哦！皮革没有皮革哦，我以为你们有。白痴哦！那你们有多苹果吗？我在打了，黄金还很多，黄金还很多。我还有一颗苹果。好，那请苹果给那个杰克。那你们继续打苹果，我去外面找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。出去了。杰克，后面。好，先往圈内走。
对，好吧，我们就反正都圈内机了。他们感觉没有在地表。给你苹果。没有，好像没有皮革。好，给你。他们附魔啦！我们缺皮革啊！会有啊，缺皮革啊！那我们八七啦！肚子好饿啊！附近动物也很少，这个很难找。你们有肉吗？肉没有，没有看到动物。西瓜前面就有西瓜，你不吃？对呢。哇，摔好大个！我打一些回去啊。这么养生？西瓜好吃，水分又多。有羊有猫，就没有牛。还有更多的西瓜。猪有猪，帮你们打一些西瓜。对哦，我有羊肉呢，刚好打羊。还烧烤，还烧，这只有羊哎，没有牛。哎，对。跳跳，在丛林里面。哎，你们钻石记得都要做出装备来哦。装备。要做哦，要做钻石给你们。我两颗钻石，看要做装备还是这样吧。钻斧感觉还好，因为伤害一样啊。啊 ，CD 已经都够快了。嗯，我做完也用吧，两颗啊。我剩多少血？我用骨头吗？那你可以帮我做一些装备。千万，反正这个再一颗给你。哦，那我做钻剑了。那边你们在哪里？剑啊，不要剑啊，斧头很快。你可以帮我做装备啊。两颗也不能重创啊。那集做了，加上那集的，那集的，那集已经做衣服了，我做下去了。啊？你们在哪里？那场你为什么要借？我怎么一直往了啦？我找到你了。对，我走错了吗？不是，我看那集越走越远。圈外啊，先生。我们等一下弄附魔，等一下。好，往圈内，往圈内，往圈内走。哦，有两个皮革够了。这边，往这边走。你刚越走越远，走错边了。正中心，好吧，我们去 F 3看正中心，正中心见。现在中心负二八九九五。大家往后看，在你后面。往后看，我没看到你啊。我们在水里。没关系，我们 F 3看坐标中间负二八九负九五，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我听到牛的声音，听到吗？不是，我看到吗？不是啊，乔伊不是说他已经有牛了。对对对，中心中心，重点是我们先来中心，现在中心点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遗迹，我们在遗迹这里。中心啊！遗迹这里是中心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你身上还有那个吗？钻石？哦，随机抽圈哦。两颗。现在皮革，我没吸到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做个锄头给你啊？不要。哎，我继续走喽。走，就反正大家都知道坐标嘛，直接先来中间，各自走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。有。杰克，我扔在我前面。杰克，看你啊！你在圈内了，有人嘞？中心，中心点，好啦。毒圈要来了，毒圈要来了，快跑！你拐错边了，对，给你，我是铁砧的，不用给我有了，看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。是两钻，有没有钻吗？我两颗啊，给我。你刚才把钻都用掉，没有做魔，还好。所有的黄金都是为什么我只捡到一颗？不是两颗吗？还要两颗吗？要两颗啊！两颗。你还要留一颗钻干嘛？做钻做铲子吧。所有的黄金都做金苹果了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黄金了。好，我身上还有金锭，我还有。你还有几？
我还有14加13。那先烧先烧，那我们等一下也要打那个苹果。旁边有那个铁砧，所以想要分二阶也可以。嗯，有一些附魔好像没有必要，说实在，那就保护就好，保护就好。有保护就 OK。怎么会是耐久啦？耐你个头！你就护别的去洗。他们终于也会了啊！哈、啊、哈，嗯，还有什么？我只剩一个镜子而已，给你。我的我箱子里有大箱子有放很多，然后苹果啊，所以我们还缺苹果。嗯，我没有等级了。我要付，你要付什么？给我。我要付裤子。给我。我色物保护哎。黄金有在烧哈。有，等一下我洗个。你们有铁质胸甲是保护一的吗？我这边多一个保护的铁质胸。No。哦，两颗两颗苹果，两颗苹果。哎，来！来了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他们来了。在哪里？直接来了！他们突袭！啊！还用弓箭！苹果都还没有。没有，加油！是团团，团团，加油！你可以赢，团团只有半星。还有哈基啊！哈基，小哥，哈基在我刚刚附魔台这边。我知道，先打团团。哎，哈基全身转转，哎呀！这巧克力你哦。好！他烧。让他多烧，让他多烧。还有20哦，快死了！还有20。嗯，好了，你找附近，附近要有金苹果。旁边。后面呢、啊？他在后面。20要死了，20要死了。又在绕圈了。20，哈哈哈哈！绕圈了，又绕圈了。转圈圈。天杀你们两个！转圈圈。看到20就知道怎么办，转圈圈就得了。怎么又转啦、啊？你们超转哎、欸！最爱转，一到二零，管他的，先绕圈。20超绕，养不了，太快吃了几瓶苹果了。好笑哦！哇，你们这个一波图，我们都还在准备。那应该先突破上面的，不要突破繁星。被偷袭了。嗯，刚刚如果先突破上面，不突破繁星的话，说不定还比较有机会。哦，我只有看到哈基也稍微想说先跑。要来招上来，然后看到20就绕他圈圈。绕圈打法。好像你我们一大堆，然后繁星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鱼骨惩罚，为什么？我也没惩罚、啊，太神秘了。是1000还是800？1800啊，1000之后每100都会惩罚，所以我惩罚了18次，太夸张了，一次而已啊。然后我每次惩罚那吉就说你不会挖，你的挖法不对。我想说，就是挖掘石头有什么挖不对的？那吉只说绕着圈圈挖就没事了。绕着圈圈挖，谁管你怎么挖？你只要挖的是石头，对吗？只要挖的是石头就会有啊。对啊，惩罚有 CD 刚好就是你挖的比较刚好就是你的那种。我知道有可能一个原因是他侦测太慢，你只要超过那1000变成1001。他没有侦测到你就过去了，直接跳上去、也是有可能跳飞狼龟吗？
太快了，有可能哎、欸，地上一堆积木，所以是我还不够快，所以才被惩罚到。对对，不够快、啊，繁星你好快哦，谢谢，超快，好快，我多了你30而已，好说好说。你们到底是挖了多少钻？他积20。好多啊！我你知道我从直线从最左边玩到最右边，直线一条这样子，我没有鱼骨就直接直。哇！哦，那个铁镐真的好爽哦，真的。下次玩这个不能鱼骨了，不能鱼骨惩罚啊！不能鱼骨惩罚，玩这个好爽哦！哇，那下面会被掏空吧？繁星都可以爽，我都不能爽。好爽哦！我也蛮爽的，我只有一次惩罚，可是那个挖到肚鱼之后都，都快到灭妈打肚鱼。烦死！所以他到时候我去玩那个正式赛的时候，会不会说这什么好慢、啊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这速度不行。环球旅行呢？你怎么可以限制我们？完了，学不要宠坏了，宠坏了，说明哪一次至少要挖掘加速有呢？可以试试看嘞、欸。嗯，哇，这么多人一起挖掘加速很可怕、啊。真的，不能重叠地形啊，不然会卡。对，挖到都分不清是天然的还是自己挖的。啊，就是啦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哎咻，好，我好累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 ATN 生存或其他影片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啊，对啊，明天台北场有我哦，记得来看看我，在3楼1Y Z 等一下哦，又忘记了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好，在3楼152，哎、欸，要记得来看我哦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啦，我要带兔子出去吃宵夜了，拜拜，他睡醒了，拜喽，拜拜。